我需要虾味笑，虾味笑，全部都是台湾的麻吉，珍珠奶茶，珍珠奶茶。好，我们再看台湾的饮料，耶，很多台湾的食物，哇，真的超有过年的气氛，这是小时候的回忆。嗨，大家，今天是除夕夜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亚洲超市买零食。哎，这里好漂亮哦，有圣诞节的感觉。对，比圣诞节漂亮。比圣诞节更像圣诞节。德国没有在庆祝农历新年，完全没有，所以就是都没有了。现在街上非常的冷清，因为目前还在封城中。而且我们现在封城还要延到3月7号，所以人更少了。现在就是要前往亚洲超市去买一些吃的东西，然后等一下回家吃火锅。我希望他们怕，因为他们都是华人啊。你怕他们要庆祝新年吗？有可能没有开就算了，因为人家也是要过年，可以理解。幸好我已经有在网络上订一些东西了。啊，那好。上个礼拜也有先买好一些火锅的材料。有开欸。然后我们现在这一栋百货公司因为疫情的关系撑不下去了，所以已经关门了。目前就只有剩下楼下的那个超市。新年快乐。这么小，什么区吗？那个零食区。零食区，好。对，我有问大家说我要买什么东西，他们说要八卦。八卦啊，要吃八卦。对，这个好像是那个八卦吗？哎，好像是哎。酥的也有。Cool. Yeah, I want to. Yeah. 好。然后一个没有素的好了。Okay, alright. 过年才会吃。Yeah, yeah, of course. You know, I miss the one from Singapore. 很有名的。美珍香，您应该是在讲美珍香。Yeah. 然后还有那个开心果，这里有台湾的麻吉。这个？嗯，红豆的麻吉。Made in Taiwan. 对。Great. 这是怎么没有台湾的坚果？哎，还有瓜子。Uh-huh. 你知道这个吗？瓜子。Yeah. No idea what it is. No? No. 瓜子找不到台湾的，那吃这个好了。香港的也可以。Okay. 了解，了解。然后还有鱿鱼丝啊，这个张君雅小妹妹。这是台湾的吗？对，这是台湾的。Oh, cool. Great.蚕豆酥你吃过吗？ I don't think so. 这个超复古的。这是台湾的吗？这是台湾的。Wow, great. 台湾风味。你要试试看吗？ For me it's okay. I'll just eat anything that you... 感觉有点太大盒。那买个张君雅小妹妹好了。泡面。Okay. 点心面。你不喜欢的。啊，是哦，可是我发现我蛮喜欢的。哦，你现在喜欢的？对啊。可是没有，好像没有台湾的鳕鱼香丝。Oh, nice. 这个好像是泰国的，还是日本？最喜欢的。小叮当吗？日本的方勇。没有最喜欢，我比较喜欢这个，这是我比较 really 最喜欢的卡通。Uh-huh.Okay. 小时候最喜欢的卡通。嗯，好。这也不错，但是我更喜欢这个。OK。黑人牙膏哎。海苔牛轧糖。哦，海苔，那什么比较好吃？高冈屋海苔，可是这里好像没有。这里都是韩国跟泰国的。OK。韩国。高冈屋海苔我可以吃一整桶，自己把它吃掉。算了，没得选。买韩国的。我需要虾味笑。这个就是台湾的那个虾味笑。虾味，虾味。你笑我的中文吗？虾味鲜。哎呀，虾味鲜，这样子呀。啊，太
台湾的，台湾的真有味耶。这样的吗？没有，它是鱿鱼。啊 ，OK， you want it？ 要，一般的就好了，这比较经典。OK， 也有蚵仔煎呢，这个你记得吗？蚵仔煎的那个 ？I don't remember。Oyster chips。啊，我不太喜欢 oyster。那不要，没关系，上次我们吃过了。Yeah。可以吃蛋卷。这也是台湾的凤梨酥。那个也是台湾的品牌啊。This one？ 益美。啊，对对。对。然后他们益美泡芙很有名，只是他们这个是比较高级版的。那我们现在去找花生糖。好。就差不多了。嗯、台湾的鱼松。珍珠奶茶，珍珠奶茶，抹吉，抹吉，哇！我们试试看这个好不好？这太特别了。好。好，我们再看台湾的饮料。对，第一次看到的。不知道是什么。对，那他们要试试看。啊，你喜欢的对不对？呀，超爱。这个是你非常、非常、非常爱的，对不对？超级爱。哦，那很好。我以前都吃这个当点心。这个也是珍珠奶茶。啊，这是鹿角巷，这个是那个手摇饮。台湾的吗？对啊，在那个比在珍珠奶茶店便宜。I know。你要试试看吗？嗯。而且这个是我的新作。Yeah, we can try one。好。不好意思，想请问一下，你们有花生糖吗？花生糖？嗯。没有。好，谢谢。没有花生糖，对，呀，那这样差不多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继续去补一些晚上火锅要吃的东西。我们现在买完准备要回家了，等一下准备吃火锅。嗨，大家，我们已经回到家了。哎、欸，你好。然后我就是前几天收到了一个包裹，我有从那个在欧洲一个台湾的线上超市订了一些东西。好，因为有一些是那个亚超买不到的，所以我就是有一些是用订的。OK， 然后里面有很特别的东西。那我很期待，都是台湾的食物吗？对对对，都是台湾的食物。嗯、啊哦，嘿，耶，很多台湾的食物。我总共订了这一箱是花了大概60欧左右。OK， 对。然后我们刚刚在亚超花了多少钱？55。啊、哦，那差不多。Okay. 谢谢老公，刚刚是老公付的。这一箱是我付的 ，Thank you。然后我买了很多药膳的东西，食物机，这是要煮汤的，然后还有烧酒机。你有吃过烧酒机吗 ？I have no idea what it is。这是什么？通常这个都是拿来煮鸡汤的啊。对， okay. 然后里面有中药。好。然后烧酒机是以前我外婆很喜欢煮，这个非常下饭。然后还有腰炖排骨哦，药膳排骨，哇哦。跟然后也是一样好吃的吗？我希望会一样好吃。那我很期待。然后都是台湾的。那我非常期待吃。然后还有这个，你给他们看，你喜欢的。这个、哦，哇哦，这个很特别，卤肉饭。然后好像这是素的卤肉饭。哇哦 ，cool。因为他们可能没办法寄那真的有含肉的东西，那我非常所以他们才卖的素的。非常期待吃啊！谢谢你。哦，不客气，这个是为我老公买的。我爱卤肉饭。嗯，然后再来还有这个大那个豆干，这个超好吃哎！以前我都会当零食吃。你喜欢吃这种豆干吗？你吃过这种豆干吗？我很喜欢吃豆干，就是这个我还没吃过。啊，这个是很硬的那一种。啊 ，OK， 我喜欢硬。对，以前在福利社都会去买这个来当点心吃。我还要买宜兰的名产，这个是 ，Thanks。对，这个是烧卷，然后它是咸蛋黄的口味。那我们等一下什么都要吃吗？对，我们先等一下先吃火锅，吃完火锅、yes. 晚一点再来吃这些点心。Great。然后还有，这是什么泡面？姜母鸭。What？ 你知道姜母鸭吗 ？No idea。Ginger duck。Wow， really no。冬天一定要吃姜母鸭啊，跟羊肉炉。Wow。 可能我有一点。有印象，这个在阿里山，我跟妈妈去阿里山的时候，可能我在那边吃火锅，然后也看到这个。
OK， 有可能，因为阿里山上比较冷，所以他们有可能会卖这个。哇，那我很期待。然后这个是汤面，而且它也是素的。Perfect， 很好。哇，很多。买了一个红豆年糕，而且这个超有过年的气氛。以前我阿妈都会做那个进柜，就是炸的那个柜炸年糕。我阿妈炸年糕超级好吃，现在超怀念。可是红豆口味比较少吃到，但是它这个网络上只有卖这个。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。你也没吃过吧 ？I have no idea 。我第一次，我会第一次吃这个。台湾制造。那很好。等一下来试试看，就当那个饭后的甜点。还有最后我觉得最特别的，这个是小时候的回忆。绿豆糕，应该有一些人有看过这个东西。You?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？No idea. It's so strange. This is food. Yes. 然后你可以玩，因为通常你要付钱给人家，然后你可以抽签。等一下我们会玩。对，等一下玩这个，这个超有过年气氛的。然后另外这个也是超复古。这是什么？类似的东西，但是它里面内容不一样。这是里面是软糖，刚刚那是绿豆糕，也是抽签。以前那种杂货店就是可以抽签。啊、uh-huh. 对。I have no idea what this could be. 对，然后我想要让你们看一下。啊、uh-huh. ，Advent calendar、yeah.。对，可是这是我们的。在台湾，我们过年有类似的东西啊， uh, 真的。可是我们是抽签，是这个吗？就是里面可能有玩具还是糖果， uh, okay. 可是你可以自己随便选搓。错一个，错一个。Uh-huh, okay. 可是你要付钱给那个， uh-huh, 比如说、okay. 我现在给你抽一个， okay. 但是你要给我十块钱。Okay. 那你就可以， uh-huh. 你可以抽一个。了解。了解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是德国的圣诞日历，我觉得蛮类似的， mm-hmm. 只是圣诞日历他们就是哪一天就是要抽哪一天，这是一点点不一样而已。Cool。呀，我觉得这个超酷的， cool. 我觉得居然可以买到这个， mm-hmm. 非常的开心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准备要去我婆婆那边吃年夜饭火锅、yes. 哦、然后他们还送了红包哎。哦，那要给我钱吗？给你，就是送给你。现在就是过去吃火锅。Good。然后我准备一下那个红豆年糕。Great。好 ，Let's try。Go。